中国台湾九三七舰，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，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，已无权干涉。在我舰左舷大概三海里的位置，就是台珠江号巡逻艇，它正和我舰同向航行。在我的右后方，大约目视距离0.6海里处，是中国台湾的正和舰。